这就是我这个赛季的两把枪了，咖喱还有 Fennec 都刷满了，都精疲了。哇操！这一把咖喱它的配置长这样，一体成型消音器、游侠前握把、迷你反射瞄准镜，然后 EXO 枪拖在一个全金属皮甲弹。这个全金属皮甲弹很重要，因为它可以把 7.22 的子弹再往上提升伤害，就是这一边这个绿色的区块可以再提升一些伤害。玩多人模式的时候这个很好用，那如果是打 Warzone 的话，我会把它变成长枪管，然后一样带消音器。下挂我会带一个握把，15发弹夹，枪托的话带一个XO枪托，这样就会打 Warzone 的就很舒服啊。当然啦，如果你也是 K 笑的人，你也可以带这个，这样子很快的敌人就会倒地，再也爬不起来。好，就这样吧，给你们看实战画面。我操，这什么鬼？哇靠，又有遥控车，34杀30 11 KD， 我操了，真的牛批牛批。Oh my god， 我应该会死啊。哇哎，炸死一个！简单 ，so fucking easy。
Oh my god！ 根本是几乎啦，没有人打得赢我了。我不管了，我要玩他妈的 Wilson 了。亚空城，来 Wilson， 遥控车，遥控回击。来，阿哥没来不？阿哥没来不？阿哥没来不？哦，22杀30，7.33的 KD， 我吐了，真的，我吐了。